一支笔绘出千年的向往，一把刀刻出历史的记忆，一片锦缎堆叠出灿烂的花章，一撮泥在指尖幻化出奇迹。热贡意为梦想成真的金色谷地，它位于中国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龙武河畔，这里孕育了璀璨多姿的热贡艺术。公元十三世纪，绘画等艺术形式的种子从西藏传入热贡，并在此生根开花。其中唐卡、泥塑、雕刻、堆绣等精湛的工艺美术，与这里的服饰、建筑、节庆、语言等丰富的文化元素彼此成就，高度融合，形成了独一无二的热贡艺术。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涵盖唐卡的热贡艺术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受到全世界的瞩目。热贡唐卡是热贡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以一针一线织绣而成的刺绣唐卡，以小块锦缎拼贴堆叠成的堆绣唐卡，以天然矿物颜料描绘而成的绘画唐卡，以细小的珍珠串联而成的珍珠唐卡，其中以布面绘画唐卡最为常见。在这里，一代的唐卡画师遵从的只有一本教材，那就是诞生于公元四世纪的造像度量经，其中规定了每一个人物形象的具体比例要求，画师们都会严格遵循。热贡唐卡的绚丽多姿源自于纯天然矿物和植物颜料，黄金、青金石、珊瑚、绿松石、雄黄、朱砂等金石珍宝，与红花、板蓝、花青等植物颜料的秘制结合，使得历经几百年的古唐卡依旧焕发着迷人的色彩。热贡堆绣是用丝绸精心堆叠成画面的艺术作品，画面立体逼真，色彩艳丽，质感柔和。热贡泥塑的制作流程繁琐，从采土到和泥，再到塑形、上色，往往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无论是轻巧生动的面具，还是端庄古朴或辉煌华丽的佛像，在泥塑匠人的手中均表情传神，精巧细腻。热贡木雕艺人以及精湛的刀法，在整块画布板上雕刻印金版，哪怕只有数毫米大小的范文，也能雕得清晰而隽秀，令人叹服。农历六月，四合集村的山神庙前，六月会就此拉开帷幕。男性们列队跳起神舞，他们踱着谦逊的步伐，整齐划一，一舞御神。未婚的女孩们以端庄内敛的舞步祈求多子多福。神舞连同威武雄壮的军舞和奇雨的龙舞，在40余个村落间整整持续10天。到了冬季，土族挪文化的国画师乌图上演，赤膊上阵的小伙子化身白虎，跳着虎的舞步，以此来驱逐妖魔，保佑安泰。在热贡，人们以最独特的方式表达出对大自然的感恩与敬畏。时间在热贡艺术中融化，
一代代技艺纯熟精湛的匠人们，秉持对作品精巧细腻传神的无限追求，守望着他们宝贵的精神家园，也更加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与脚步。